你吻王大陆的时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不是做的吧？我不知道导演，我不知道导演放的是你们俩的那一版还是我们俩的那一版。因为我也没看过，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你们，不好意思。对啊，就那样。那真实吗？又是你们三个回答，你们三个。拒绝。就好看就不错了，对。亮颖唱的怎么样？好听。这么突然。超级好听。那我就不说话了，唱歌吧。好。有没有会唱的？有。这么不自信啊。有他们三个。你们三个就是好不说了。先稍等，让我们一位老师现场收下票好不好？哈哈哈哈哈！打酱油啊！我就是开场，我不好意思了，我忍不住，我想听他唱歌的，真的。算了，你们喜欢就好了，就跟大家说喽。然后我们听亮颖唱歌喽。因为我说不说话，我可以反个悔吗？我就两句话，就是最后就是要蒙着眼睛看的那一段。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真的对着电脑，我也会有一种看着看着想要蒙眼睛的感觉。然后那一段音乐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整个画面特别的唯美，所以我想你们刚刚也看到了，好吧，希望这首歌在画面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更好的感觉，就像副歌那几句好了。请让爱情相信你，直到被分离，当我看透你的心底，可会晴天霹雳？请让爱情刺痛你，成为我的唯一。你掌心的那道痕迹，可会抚平我眼泪的记忆？哇，导演唱的。君王的 VIP 已经听得沉醉了，可以了，大家喜欢就好了。导演唱歌，谢谢。你有两束花，全送给了导演。完了之后，好 ，OK， 大卖，对，那今天呢，这样一部影片也是正式的见了观众，见了众生，大陆。要不您可以我还有点耿耿于怀，刚才电影放完了吧？放完了，因为有两个彩蛋，你们看见了没有？两个十一号再去看，最后还有一个彩蛋，你们没放的第二个彩蛋。好，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这样一部影片是今年暑期档最值得期待的一部，怎么说呢，九州奇幻大作。真诚的告诉大家，希望已经帮我们多多的传播口碑，好不好？好，感谢，再走三个人。今天到场时，我们的凤凰网的供应你的支持，也感谢今天到场的观众对于焦叔的支持。想参与我们活动当中呢，请关注凤凰网的娱乐官方微博、微信报名，请收看焦叔传的完整节目内容，请登录凤凰网娱乐频道 ent.iphone.com 或凤凰网娱乐微信公众号查看。谢谢大家。好，那下面呢，不要着急，然后呢，今天我们会送给大家一个特别的礼物。有个问题啊，给你一个问题。我们问三个问题跟电影有关的，我们帮你解答这个 Q&A 好不好？好啊。要跟电影有关。肯定有关。来。你跟那个，别带我。那怎么问啊？就你跟张天爱他，里面不是有一句台词吗？你觉得我们俩配吗？然后你现在你觉得你俩配吗？跟电影没关。我已经被拒绝了，你不要问这个尴尬问题，都是跟电影没关。我想要问你问题，那个我们都知道，知道就别问。
谢谢你。有没有人有对电影有疑问？导演可以问一下导演。就我想问一下你，因为大家一般都爱，因为大家一般都爱演白马王子的形象或者霸道总裁，然后所以你怎么会想接一个就是小飞贼的形象？虽然也很帅，谢谢。这个有深度的问题啊，没有，因为我觉得霸道总裁很无聊啊，然后白高富帅啊，什么富二代都是一般的男一号的表演方式，那我觉得这种角色。我小时候演很多，所以我现在想要演一正一邪啊。然后，其实我有很漂亮的男女一号在这边。男女一号。他很帅嘛，大家不知道是国民老公。对啊，对啊，所以就刚好我们很合这样。谢谢你，有没有别的问题？太远了。最后一个问题。他先举手。你要问。我想问一下，首先，我先说一下，我觉得你很帅，本人比电影里帅多了。这个我知道。就是你在电影里面，就是你怎么把那个三个恐龙搞到手的？这个被剪掉了，这其实好像有拍，但是被剪掉了。好了，这就我的问题。谢谢，谢谢。那个那三条龙，你们看明白是在赌场的那一段的时候那个龙去，他是那个赌场用的那个赌具，你们看明白了吧？就是在一进到赌场里面的时候，所有人在底下喊开开开，那三条龙在上面在抓一个虫子，其实就是在那个地方铺垫了一下，对，但是那个包括那个蛤蜊去玩看完赌博之后去玩那个笼子里有个大眼睛，然后他一摸那个笼，哗赌过了，对，就是那个，对对。这个得怪那个谁，我的特效导演，我跟他说了好几遍，那个笼子里那个笼要做的清楚点，他做的不太清楚，实在对不起大家，实在对不起大家。好，谢谢你们。时间关系，我们马上会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就是我们来个集体合影，好不好？原地不动，好，来，我们的这个，对，只有其他人在中间，不能往前走，都在原地，都在原地，都在原地，我们的指挥官。我只能跪下了。原地不动，好，然后有请我们的主创来一个自拍，好不好？哪位？导演，掌机来。可以。来帮我们宣传啊！好、啊，没了，照相。来都来了，说这么半天话，给他留点东西。好，可以了啊，先生好。都没中的，没有，没有，这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导演呢？我刚刚。哈哈哈哈哈。好，行。好，来，正式开始，准备好，三、二、一。看一下，看一下。大家可以登上这部影片《招猪传》的官方那个微博，找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感谢，感谢，感谢，好了。